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眼下又到了老兵即将退伍的日子，然而在祖国的四面八方，老兵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哨位，依然在训练场上刻苦地训练着。下面先让我们走进武警江西总队一支队的射击训练场，认识一位老兵，因为他出枪快、打得准，战友们送了他一个绰号“快枪手”。这是武警江西总队一支队的射击训练场，准备开始。这是王雷借助腰带拉栓上膛的出枪速度，咱们拎靶，四换四换。这是王雷借助两腿摩擦拉栓上膛的出枪速度，这是他又借助战靴拉栓上膛的出枪速度，六秒、四换、八换。如果你认为这是他出枪的最快速度，那就错了。从出枪、瞄准到击发，王雷最快的速度是你的六秒、四换。像这样的训练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完成每次出枪只需要几秒钟，但是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精神注意力高度集中，我却从来没有轻松过。在运动中，要达到瞄准射击的最快速度，必须做到枪一到位，准心、缺口、目标三点就要成一条线。为了达到这一点，王雷和他的战友们每天都要在不同的场地重复着这样的训练。怎么样，是不是太快了？没看清楚子弹是怎么上膛的吧？那就来个慢镜头的回放。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再来看看王雷的战友们出枪的速度吧。其实战友们冲我快枪手，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感觉他们的出枪速度跟我都不相上下。看到这儿，你是否有个疑问，为什么特战队员会有这么多的出枪方式呢？是不是为了好看搞的这些花架子吧？不是，王雷，你左臂中弹，李胜林，到，左臂爆炸。王雷，左前方目标。看好了，这回是王雷借助战靴拉栓上膛。怎么样，还是没看清楚吧？那就再来一个慢镜头的回放。出租战场风云变幻，任何情况特战队员们都得预想到，在受伤的情况下，他们照样能以最快的速度出枪击毙歹徒。看到这样，你是否还有一个疑问，是不是他们这些快枪手在训练中自己感觉都很潇洒呢？不是。现在这个科目是街区反劫持人质战斗，王雷使用的是激光模拟枪，他的战友模拟歹徒持枪劫持了一名人质。王雷和红方的特战队员并不知道歹徒和人质他们在哪里，进行这样的训练，王雷他们最大的压力就是和歹徒遭遇时担心误伤人质，如果这样反劫持战斗就失败了。面对凶残的歹徒，特战队员们必须做到快、稳、准、狠，发现及击毙。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王雷也误伤过人质，他知道虽然这只是演习，但他同样感到十分的自责，因为楚突战场绝不允许失误。王雷，你刚才玩的只是突路，用时总共两秒二三，可以改进的地方是？看到这，你是否又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出枪击发要精确到零点零几秒呢？是不是为了在比赛中夺得好名次呀？不是。敌我双方对峙，战机稍纵即逝，战场无亚军。从接到突入命令，直至击毙五名歹徒，王雷的用时绝不会超过八秒。
看似简单的连续击发，但每次枪支跳动和再次瞄准，很容易让特战队员在射击中产生眼部疲劳。这就是所谓的视力回收。为了克服这一点，我每天都坚持半个小时，不眨眼睛地盯着10米外的一个小目标。现在我可以做到目不转睛，连续射击5次以上。仅这一点就为我的射击节省了1/3的时间。所以在出枪击发的这个时间内，王雷能做到眼睛不会眨一下。他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的出枪击发速度比任何一个歹徒晚了0.7秒，那么倒下的就是他。手枪分解接发练习，开始。你可能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进行手枪快速分解集合的练习。其实在恶劣的作战环境里，因为沙尘等杂物而导致枪械故障也时有发生，即便因此耽误0.7秒也是致命的。这就需要他们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迅速的分解枪支并排除故障。过了17秒，麻烦你们示范，用了19秒。无框作业，手枪分解结合，开始。王雷他们不仅要在有光条件下练习，还要在无光的条件下练习。因为反恐战场没有白天和黑夜，特战队员们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出征的命令。王雷25秒，听众员撤。现在王雷的手中拿的是一根缝衣针，你可能要问，难道是要你看他补衣服吗？不是，在王雷的面前是一排吸管，看好他的动作。和他进行比武的是2名女特警，看他们谁做的又多又准。告诉你这个秘密吧，这是他们用来进行眼力以及心理训练的一种方法，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这些要求我们心眼手合一，如果注意力集中的话，手也就稳了，心也就静了，也就是说旁无杂念，心静如水。这些就是我们的专注度训练。王雷和他的战友们都特别喜欢射击场。据他们讲呀，一天不摸枪，手指头就发痒。就在去年，通过选拔，王雷和几名战友一起参加了武警部队反恐突击比武。比武中，他们与来自其他50个单位的选手进行了特种战术、应用射击、搏击和魔鬼州综合演练等62个实战科目的角逐。最终夺得了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荣获了勇士徽章。那一刻站在领奖台上，王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一天的训练结束了，作为快枪手，王雷和他的战友们每次打靶归来都喜欢唱这样一首老歌。看到这里，你是否明白快枪手是怎么练成的吧？王雷今年23岁，河南许昌人。枪挺我的话，我挺党的话，我很享受战友们给我起了这个绰号快枪手王雷。参加过武警部队的特战比武，夺得团体第一名，获得勇士勋章，荣立个人2等功。有着这些骄人的成绩，对于走还是留，王雷显得很从容。和他相比，湖北总队的老兵廖科阳就没有那么从容了。或者得了不死癌症的廖科阳是另外的一种从容。中队光荣榜上的这名士官叫廖科阳，能够光荣上榜的每一名官兵都是经过班排中队民主评选出来的好同志，但士官廖科阳本人对这次评选结果却并不怎么认可。我们中队啊，主要耽误武汉抢救大桥的这个守卫任务，最辛苦的还是一线的这个执勤官兵，他们每天啊冒着严寒酷暑啊，风里来雨里去的。我作为这个后勤人员，每天就是做做饭，也没干别的什么。都说不想要荣誉的战士不是好战士，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老班长之所以这个样，
是因为他的病。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在万里长江修建的第一座大桥，它雄跨天堑，贯通南北，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我国重要的交通咽喉、经济命脉。从12年前廖克阳第一次走上邵围，看着桥下奔涌的江水，面前一列列火车，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自豪油然而生。立功、入党、转士官、当班长，一路走来，这种守桥兵的光荣与自豪始终伴随着他。大概从这个2010年的时候，我的腰就特别痛，特别是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就更加严重。不时的腰痛给廖克阳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他依然每天执勤站哨、查岗待班，腰痛的厉害了就贴块膏药继续坚持。哨位上的廖克阳始终竭力保持着挺拔的身子，经常一班哨下来他会累得大汗淋漓，腰啊就是越来越弯，直都直不起来，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后来我们也觉得这个情况不对，就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好几家医院都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椎炎是一种很麻烦的疾病，因为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被人们称为不死的癌症。尽管没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控制，随着病情发展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面对病情，廖克阳表现得远比战友们想象的坚强，照样和大家有说有笑，面对工作依然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这是我们这个4号哨啊，这个每次从这个铁路上的巡道啊，这个职工啊，从哨位过的时候都会跟我们竖起大拇指啊，说你们这哨兵啊警惕很好，就每次听到他们这种赞许啊，心里有一种自豪感。然而越来越弯的腰让他与心中的那份自豪渐行渐远。2011年3月，二班长廖克阳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心爱的执勤哨位，被中队调整为炊事班长。给他调整岗位主要是为了缓解病情，积极的配合治疗。廖克阳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岗位，一年后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还被任命为中队司务长。作为中队的管家，廖克阳每天忙里忙外，努力为官兵们分忧解难，但是他自己的病情却并不乐观。尽管每周要到医院打针治疗，但是腰痛还是时常会发作。廖克阳每次到汉城街区，他都会大包小包的飞走，汗流浃背穿梭在汉城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然后还勾着个背，真的很难为他。出去以后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毕竟他这么年轻，这个人怎么了？他听了别人的议论后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失落感。以前我们去了买菜要穿军装，但是由于这个穿军装出来，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带着异议的眼光说，那这个当兵的怎么是这样？后来自己反正心里也很难过，所以说就穿着便装出来买菜。由于病情并没有得到缓解，廖克阳的司务长工作只干了3个月就被中队换了下来。中队要求他停止工作，全力配合治疗。他这个病平时发作的时候动都动不了，就连趴在那里翻身都不能翻，已经不适合再做一些繁重的工作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了工作压力的廖克阳思想压力却大了起来。尽管战友们还是跟他嘻嘻哈哈，但廖克阳却少了很多话。尤其是每次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
他总会有意无意地躲避起来。我们中队一直都是一个先进中队，有着光荣的历史，无数的荣誉，大家为了这个先进的集体啊都很辛苦，而我也没干了什么，也是站在队列里面非常的不协调，影响这个中队的形象。他是一个责任心和自尊心都非常强的战士，有一次他主动找到我跟我说想提前退伍回家做点小生意。在我确定有这个病以后，这心里也非常的迷茫，也有一种这个自卑感。我自己大概在想，有了这个病以后不能干一些实际的工作，感到没有自己的舞台，失去了这个在部队的这种技术留下去的一些价值，所以大概在想脱下军装提前的离开部队。当兵12年，廖科阳始终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向中队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眼看着服役期就剩下最后一年，他提前退伍的想法让战友们感到诧异，也让中队领导陷入了反思。他努力坚持拼命工作，就是不想让大家把他当成病号，其实他的内心压力非常大。看他的腰一天天的弯下去，我们心里只顾着着急，所以就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他内心的感受。其实我还是蛮自责的，他一直是班长骨干，平时工作当中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记得10年我们在汉南抗洪的时候，连续在大地上奋战了23个小时，当时官兵们都累得躺在潮湿的大地上睡着了。他为中队做了很多很多，现在我们能为他做点什么，他将来怎么办，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谁也不能否认廖科阳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矛盾并不好解决。廖科阳的情况也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那个同学队员我感觉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得这个病了以后，他从来都不得提这个要求，而且呢有时候啊为了他参加工作，说就是那个你就休息吧，是不是啊，这个病或者就住院吧，但这个同志知道说住院一回来回到中队马上就参加工作。廖科阳的情况牵动着官兵们的心，据说支队总队相关部门都在为他四处求医问诊，出主意想办法。后来我找他又深入地谈了一次，告诉他你的病情已经上报支队总队和总部了，上级领导专门为你申请了战时病退。关于提前退伍的事，中队支部是坚决不会同意，武汉的医疗水平肯定比你老家好，也有助于你的治疗。当时他哭了，这是他当兵12年来我第一次见他流眼泪。我没有想到我这个病会引起那么多领导的关注，会我想那么多，现在考虑为我考虑到以后的生活。我又不是小孩子，笑容逐渐又回到了廖科阳的脸上。虽然他已经没有了什么职务，但战友们还是把他当作老班长、司务长，经常会问这问那。作为中队最老的兵，廖科阳熟悉中队的一切，更乐于把他所学到的东西传授给战友们。廖科阳会经常来到哨位，为哨兵们修风扇、换灯泡、送水、送药，在哨位上回味一下曾经的感觉。只是走出营门，他就会脱去军装，因为他还是怕自己会影响到军人的形象。其实这个人的心情好了，病痛啊好像也减轻了许多。在人的辛苦中啊，总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就看我们如何的去面对。像我现在对未来的辛苦啊充满了信心。2013年6月，廖科阳再次被中队评为优秀长官。尽管他本人持有异议，
但官兵们一致认为，老兵廖科阳面对病魔坚强乐观，心系中队，无私奉献，优秀共产党员，当之无愧。为了军人的形象，廖科阳外出不穿军装。如今真正要脱下心爱的军装了，廖科阳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廖科阳就要走了，武汉长江大桥上再也看不到那个驼背的身影，那是战友们心中美丽的风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中国武警》节目，11月24号22:40，下期节目更加精彩。他高大凶猛，是牧人的得力助手，他野性上头，城市乡村屡屡传出他咬人的恶名。他六亲不认，危害乡里，这次又为何持枪行凶？他无视国法，公然拒绝配合，又有着怎样的一个武器？疯狂的藏獒，高师村的枪声，中国武警，下期播出。